天鹅，天鹅、群马、鹰、骑鸭、马、鸭尾、鸭大大大黄、鸭大大，狂犬吠山飞花一欢迎。周。今日起，你们看到有没有呢？今日起，马牙为沙亚大佛，可免费参观一周。好，今日起什么意思？你爱啥兵？马萨月么呢？马牙为亚啊，马牙为沙亚大佛啊，这个是大佛的名字。库老师如对他的评价里。你们知道吗？知道。知道，对，就是那个大佛，可免费参观一周嘞，巴比瓦嘞。那个你你们刚那刚那啥呀？阿拉干打扮。对，拜那拜。个不能 free 的吧，就是不能不要不要不管白嘛不能。好，老师不他妈的把你拍几棒。缅甸缅金甸风，金风华姐，金风一俊，俊金风华君，氏，俊尊，俊君誓死为先王部。天王部宣布，相互从从8月8日行，门票可免费参观内顶佩妮东玛雅伟三亚佛像一佛周。像一周。缅甸金凤凰训啊，明白那原地睡咱们的灵堂那里不能偷骗了，不能其他了不？据说，哎呀。军事委员会的四百三亚不能搞么的，的人不能委员会新闻的人啊的宣布最近突变专家来的，从8月8日起，希腊湾西岸年的沙比若游客的 key 端爱的一个可免费参观，把弄的卡金贵么西卡金贵高卡金么西边的不能。参观最多要累了留下来，或者是都要扑庙留下来，不能得拍下在扑庙了不？内比都玛雅维萨亚佛像说，哎，拍下森林若有一周的半，的半 free，我要扑庙回家没的。好，那这位拍榜。欲相要信为老人晚，信徒将演将演佛像，佛像，八月八月八日至八月十六日期内将比都将内比都将允许公内众。免费参观免费参观玛玛雅雅佛萨亚佛像，像，但是在在参观佛像参观前，需你要需要对进清洁给三天行内洁安安全检检。查。据消息，德林一样呢，德林一样啊，吧，为了让广大信徒啊，为了说平时沿着的广大这沿路名边的信徒，所以来说拥挤到围内路的，拥挤到围内路，表面所以啊，不断把他围内路表嘛不呢，把他围内个的信徒不呢，把他围内个啊，然后是瞻仰佛像，瞻仰整个金牛了不呢的佛像的。平安信徒如果进入他那报名演转，8月8日至8月16日期间，阿里嘎啦对吗？那比都将允许困闭完美的公众免费参观玛雅维萨亚佛像，就是第一，皮亚布拉埃德罗米亚，我那公众对，第一把它变成了说的埃布瑞达的，我那皮亚布拉埃德罗米亚转，普庙会背他们，但是大卫妹。在参拜佛像前啊，大卫们的皮亚森林罗信嘛，那的皮亚乌比的卡加因需要对信者先进行安全检查啊，需要是另外的，我那对的信者的表面声音啊，把那来要扑庙的留的个，先进行严重度
漏啊没安全检查，安全就是 safety 啵。不要你给心一点，是谁目的咯？看一下吧，没的。好，下一段，那这边拍吧。8月1日。在内比都举行了希腊文的那个的内比罗马不能进八个吧的大佛的开光仪式开光所以我说吧嘞不要理吧嘞开光所以杨吉罗佩哪里不要杨吉罗佩哪的记记住了嘎了说和的意思念不碑文佛塔碑文碑文所以我说叫啥哩lu jao sa lai the tha de fo tha so yin go lu ze di bo jao sa ze di ma ma bo no pi tha jian bao san tha jian so yin a di ze di ye phai song ma shi ni de bao san so a lu blu byo ma le thi lo lu byo ma bo no an fang yi shi an fa de thi lo do tha da a de thi lo jian tha da mo lo shi mi ma lo jian ma thi lo din na bo no thi lo din de yi shi so lo a khan na ji pi lo jiao shui so da ba lu da le ये तब है ना वो तो ये प्यास है लो ये तब है ना वो ना बिरो चीफू यीशु चीफू जो ये तब है बिरो जी अन्य के चीज़ वाबो सुधार ना वो ना आ दुमाज़े तो ये बता बिरो ना बांग फू जो ऐसे चाहिए वो सुधार अलम बिरो ने अन्य के सुधार बोए अकेला ना बोले 8月1日给他举行多少不呢之后二零二嘛大典举办时啊的的看哪不呢金巴来看嘛使得展馆所以我就比较跟你临时建筑临时所的看他的票我那地上压抑扫物的个正在被拆除所以老师也比如骗你我那可能你骗扫中啊漏他的压抑扫物的变骗你的然后是召回所以路里来变就是扫路里的嘛来变你啊讲不漏因此是朝圣者尊大家老师对吗不知道把他吗懂了懂了不知道把他就是把他一想呀懂了不来呀扑庙读这个那朝圣者只能从8月8日开始参拜希腊文献你马萨点比如非要无比哪一把哎的今天你那马肉大佛前你非要新路罗也信嘛不能挤满了多为你吧表现了你要为骗你吧诶朝圣者做皮亚布拉比杜里那不呢变那路你吧的好最后一段里拍几包玉成在8月16日之前让和通过安检的人都可以免费进入山拜和从8月17日则需要交社单的入场费。好，据称，所以标价哪个了？不，那标价吧，据称。
在八月十六日之前，希腊外是校园里面担心，所以呢，任何通过安检的人，安检在可能表的第一吧，安检给你鸟片安检路也够拢啊，都可以免费进入参拜。阿罗阿婆呢，你卡进位么？北边呢？北边么？路边呢？我要碰要滚呀没？而从8月17日开始，希腊外是可能要你也啥比了，则需要六二八里面的交付适当的。定定了不得，我那适当的入场费，入场费，所以也太过文要过着，不看毕业把里面的。